好了，我有点紧张。哎呀，这紧张啥呀？介绍一下，你后面那位，圣经四大少第二少鹏哥，咱俩没事吧？你老飙一下了，你知道吧？嗯。告我来，鹏，你这车是怎么改的？行，不怕告诉你啊，你肯定想象不到。告诉你，第一遍我的车，我先加了自动加热座椅。哎呀，你有吗？你自动加热座椅算个屁呀、啊！我舒服呀、啊，我坐着舒服呀、啊。咋的？你能提高车速啊？我这浑身暖和就有劲儿啊，有劲儿我就比你快、啊。铁哥，你知道我车咋改的吗？哎，咋改咋改，肯定没我改的牛逼。哎、我首先一个涡轮增压给你干没了，前面我改了一个爆灯，兄弟。玩赖啊！今天我要跟你鹏哥比个赛，你记录一下子。啊，全程跟你说的，全自动加热座椅，看到没？加热座椅，全自动的，持续8小时加热，彩色拉花，运动半包围，懂了没？还有这七彩氛围的奥迪同款，我奥迪定制的。最关键的，我还加了个安全气囊，咋的？哦，我给你讲一下我的车的设计理念。啊，涡轮增压，啊，没毛病，动力这一块杠杠的。别唬我、啊，主要是看前面来。卡蓝的车头大灯啊，我跟你说这谁行啊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啊。那这么的，你给咱俩好像开始行吧，开始。哎哎，枪跑，我比俺枪跑。哎，枪跑，大头的你枪跑走。